家好，我和我的家人过中国新年。因为 COVID-19，我们从中国饭馆订购。我们没有在外面吃饭，因为中国饭馆里有很多人。我们吃了面条，面条代表长寿。我们还点了蔬麦和虾饺。我们吃了豆腐虾和鸡爪。我最喜欢的菜是豆腐虾菜和鸡爪。我喜欢这些菜的味道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喝了酒。在中国新年，我们一边听中国音乐，一边唱歌。我们给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发短信。我和我的家人都穿红色的衣服。恭喜，恭喜！